拿来洗龙虾。哎，你拿开的点。哎。我就洗拧干，再就再弄。好，多弄点噻。你这弄就洗，就那盆鸡冻还有很多。嗯，够够够。大家好，我是琪琪，今天吃龙虾，妈妈开始刷了，我来把它处理一下。这个龙虾还挺白的，清水虾。看一下，这个妈妈刷了一下，挺干净的啊，好干净了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龙虾的那个处理方法，把这个小钳子给剪掉，上面没什么肉就不要了。八点腰呢，把这个虾线把它拉掉，虾头虾头这个地方少剪一点点，再把里面那个鳃，把那个肺部把它掏出来，那个黑膜，它这样就挺好的。大家剪的时候不要剪多了，剪多了这个黄就流失了。不要。龙虾用盐腌制一下，倒油，先过个油。今天做一个秘制卤虾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五成油温下锅炸，炸好的龙虾捞起来备用，倒入这个秘制的这个卤料，加点清水在里面，来点姜片在里面，大蒜头，把它熬出香味来。这个一定要多熬一会儿，熬出香味儿，然后再放虾。你看倒里面卤，把调料倒里面。好了，卤虾已经制作完成了，给它捞起来了。好香啊！如果先省点个龙虾的一个干的捞捞起哈。嗯，咋滴点过去了？放盐。是的。一个人倒不定。是的。还有一大年纪，八九十岁了。加四点龙虾的虾。好吃的，蛮好吃的。